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啊，中情局把这一次的行动呢，理解为是苏联支持共产主义的一个孤注一掷，而且啊还会向波斯湾那边扩散，也就是说波斯湾那些国家呢也会受到威胁。那么美国如何应对呢？当时的就是这位啊，国家安全顾问也是著名的地缘政治的专家，他叫波罗金斯基，他就预言过啊，阿富汗战争啊，还有这个后来的乌克兰战争，他希望啊，苏联人啊能够因为入侵阿富汗而受到惩罚，而且也希望呢，就是能够像美国在越南那样啊，就是不断的那个流血牺牲。可是啊，他也担心苏联呢会像56年那样镇压匈牙利呀，或者68年镇压捷克似的啊，把阿富汗人的这个反抗给镇压下去。圣诞节的第二天，他呢就给卡特写了一个备忘录，很有名，就是关于苏联干预阿富汗的一个思考。这是一个高度机密的备忘录，在这儿呢，他担心啊，苏联可能不会像美国在越南那样，哎，因为美国他毕竟啊，他要反省啊，在那儿杀人呐，自我怀疑呀，自我批评啊，这种困扰你在苏联是绝对不会发生的，他没有内部的质疑。而当年啊，美国打的时候要比在阿富汗要艰难呢，是因为当时苏联和中国都支持越南的那个北部的游击队的，所以啊，你想啊，大量的武器啊、资金啊，甚至后来我们中国是派了很多的部队的，我妈都去了，你想想，穿的是人家越南的那个部队的服装。不过我妈妈那时候就觉得挺奇怪，就是越南人好像并不太喜欢我们的军队到他那儿，很奇怪的一个民族和那个地缘政治啊，有意思。所以他觉得呢，哎，在阿富汗这儿啊，如果没有美国这边再给支持，阿富汗军队的那些民兵肯定是打不了多久的，太有限了。那么现在美国应该怎么做呢？他觉得我们也应该像在越南战争时候那样啊，学苏联呢，我们秘密支持啊。哎，正好呢，那个时候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，美国跟中国的关系相当好，而且美国那中国那时候跟苏联呢关系是最不好的时候，所以他觉得呢，哎，我们也可以鼓励中国人呐，还有我们其他的在伊斯兰的那些阿拉伯国家啊。一块儿来帮忙支持这些民兵组织，所以其实苏联还没入侵之前，也就是你想啊，他在那个冬天啊，不过也就早个几天吧，其实他能看出苗头了，他就提出来啊，其实我们啊，并没有就是说最终目标可能啊，比如说让苏军彻底的撤出阿富汗，可能是无法实现的，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付出高昂的代价，也就是说，现在你看啊，乌克兰战争就是用的这个策略，就是让苏联流血不止。这是著名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开伯尔山口。最主要的通送东西的地方啊，一个血管。但是啊，当时位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大使馆的那些美国人，其实他们那时候啊，离这个开伯尔山口啊，大概也就，距离不远吧。苏联的入侵啊，加上美国政策的转向啊，让他们非常的痛苦，因为啊，本来啊，确实他们是对苏联的这个霸权暴力呀，感到震惊，可是呢，他们也觉得啊，嗨呀，你为了反对一个霸权，你居然容忍巴基斯坦这个独裁者齐亚哈克，结果让这独裁者啊在里边大捞特捞，而且啊还不被指责，感到非常的愤怒，因为当时那天
就是巴基斯坦大使馆被袭击呀、啊，被燃烧，好多人，你想想，关在那个屋子里边那种生命垂危的那种感觉，巴基斯坦人没动过呀，根本就没来救过他们呀，所以他们的那种愤怒啊，应该说后来美国转向了以后，很多人内心是相当扭曲、相当愤怒的。这时候啊，除了使馆，还有其他的国际的那些，比如说国际开发署啊、粮食署啊这些啊，都是属于救助的那些国际机构，也在努力的啊，让自己的人能够呢转过这个弯来。再加上啊，也是担心再受到暴乱分子的袭击啊，情报站的时候就把那个几十年啊记录下来的那些档案，什么线人呐、特工啊、详细资料，还有这个联系方式啊，通通的都运回了美国总部。就是把齐亚哈克突然一下啊，成了一个美国的战略伙伴了。应该说这些特工还有每个使馆的外交官啊，还是得佩服他们，真的是为了爱国啊，忍下了这一口气。应该说是需要很大毅力的，因为其实在这段时间，包括后来啊，就是在阿富汗战争期间，你也能看出来，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是一个根本不可信任的一个国家。可是啊，就是当时那时候苏联不是一入侵嘛，哎呀，这美国一转向啊，弄得这个情报站有人啊就开始讽刺说，应该啊，我们这么着吧，我们也给这个伊斯兰这边、巴基斯坦这边送点跟那个学人家苏联啊，哎，学那个阿拉伯那些原教旨主义啊，我们也给他发呀。哎，要不这样的，我们帮帮他，给这个巴基斯坦，我们发几十万本俄语字典和那个日用语吧。这样的话啊，巴基斯坦很快就是苏联的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觉得啊，什么这那主义啊，什么伊斯兰都很快，如果我们就这么支持巴基斯坦，巴基斯坦很快就开始要说俄语了。说到讲的这个啊，是一个很有名的人，他叫奥华德·哈特，他就是那个年代啊，就那个时候正好在情报站的，他是那个时候的站长。他那一天啊，正好呢就到了那个白沙瓦，白沙瓦呀，就是整天的啊乌云缭绕的，就是那个污染啊。在那天呢，他也是冬天去的，尽管啊，他尽量的让自己啊显得不显眼，因为长相啊，一看你就不是当地人。他身材啊挺高大的，面容呢也比较那种憔悴的，在这个干旱的边陲城市啊，他就走在一个漆黑的道路上，这里啊，到处都是阿富汗的难民呐、完了那个各种的那种民兵组织啊、走私犯呐、倒卖外汇的呀，还有什么浪漫的诗人呐、那宗教人员也更多了啊，妓女什么形形色色的在这儿玩阴谋的都在这里。哈特其实是81年5月到的巴基斯坦的，在这儿来任站长。他专门啊，就是负责反苏给那个游击队啊支持的那个秘密项目的。当时他来这儿啊，是因为英国的军情六处有一个同事给他呢，就介绍了一个年轻人。这年轻人啊，你一看啊，就是那种虚张声势啊，还自信满满的一个民兵的一个小头头，叫哈克。这哈克啊，后来那个阿富汗建国了以后啊，他还在我们前面那个，那本书里不是讲过了啊？那在里边也是就是一军阀，哎呦，后来挣大钱，有一个城市都是他建的，漂亮，跟那个阿拉伯的那边的那个有一拼，
又有水又有宫殿的啊，豪华，倒毒品，什么都干。这时候啊，他还是个小年轻，还就只是一个那个有几把枪的一个小头目呢。其实情报站啊，他自己啊，还以前有一些这个巴基斯坦的那个线人呐，或特工啊，他们跟阿富汗人啊很少接触。这次的安排就是那个情报六处，不是军情六处的人给安排的，就他们认识。这次会面呢，正好是什么呀？他拿着扛着一小袋子啊，准备给一个印度的线人送钱去的时候，所以呢，这袋子里啊装着几十万的那个印度卢布。他呢，正好呢，结果人家就说，哎，给你介绍一个阿富汗人吧。所以那天早上一大早啊，他是自己开着车从伊斯兰堡出发。沿着那个轰隆隆、乱七八糟的那个干线啊，那公路开了好几百英里，完了就奔到这个鸟不拉屎、树都不带长的这个丘陵地带。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著名的古迹——西萨尔堡垒。它呢，穿过了这个城墙啊，你看看这城墙还挺壮观的，看见没有？多漂亮！这城啊，就是建的也没什么规划，乱七八糟的。里边马车什么那个轮式的手推三轮那个水果摊儿，完了那个人力车都是柴油的，突噜突噜的那个摩托车、卡车啊，到处交错。他就穿过了这个城市，他在这儿啊，他不打算入住，因为在巴基斯坦啊规定了，就是你外国人要在这儿住啊，你得把你的护照都给复印了。完了呢，那个每个酒店复印完了以后，还要交给当地的情报机构。哎，情报机构马上就会核实啊什么的啊，甚至还会来找你麻烦。所以呢，他干脆我也不住了，他就一直就在这马路上晃悠，直到啊约好的时间，这时候已经是黄昏了，在这个街道上啊，他就站那等着。他太知道了，就这阿富汗人啊，他可有耐心了。那他。你要跟阿拉伯人约会啊，你必须得有耐心。这可不只是阿富汗人，是整个阿拉伯世界。你印度人也是啊，你等去吧。非洲人更是了，永远啊跟你说好的时间，他热情的跟你、诚恳的跟你道歉，就是不守时间，而且经常还给你忘了。你简直奇怪吧！我是打交道打的，因为跟使馆，我每一种使馆的人我都打过交道，那真是你就醒了。巴基斯坦最逗的是什么呀？我有差不多5年跟他们有长期合作，哇，那真是你跟你聊着聊着，突然他得去做祷告去了。对不起啊，你在这撂着，他去那儿撅屁股去了。嘿，你说你这谈的其实就几分钟的话就完事儿了，不去人家那儿倒时间了啊！你那个脑那个搓火呀，那等着，而且永远是什么呀？这比如谈啊，其实里边就5分钟的事儿就可以谈完了，呱呱呱，那热情的跟你东聊一个西聊一个，什么都，而且没有一件事儿是一句话是有用的。东聊西聊1个小时，哎呀，那真的需要那个坚强的意志。反正呢，这个哈克到那儿啊，他就一看，等吧，一直等啊，等的天都黑了。这时候啊，路边轰隆隆的开来一辆啊，又大，完了噪声又大的一个大摩托车，车上的人啊，穿的呀，就是那个苏联那个战斗机飞行员。特有的那种压力服，你知道吗？那种衣服完了，外边还罩着一个那个大衣，再戴上那个头盔。哈克吓坏了，苏联飞行员的那种装备啊，你在巴基斯坦的这领土上啊，他是知道啊，这个偶尔啊也会有苏联的特种部队啊越过阿富汗边境。跑到这边来啊，搞点小规模的突袭呀什么的啊，但是当时啊，
大家都很紧张，就是双方的间谍啊，包括他们这种情报站的啊，都怕这个事儿。一个是呢，被这个阿富汗的特务机关，你要是这个 CIA 的特工啊，你被逮了，或者是被克格勃给绑架了，那麻烦死了。那双方的那交换啊，什么这那的啊，所以他紧张的不行啊，就眼睛都凸出来了。这摩托车就冲着他来了，而且就在他身边停下了，然后啊还挥手让他上车。这哈特啊瞪大着眼睛一动没动，我估计脑子当时一片空白了。结果弄的那人啊只好把自己的头盔给摘下来，然后啊哗一看，大胡须，浓密的大胡须，这典型的穆斯林的那种的啊，就跟伐木工人那个大乱卷的头发什么的，这一露出来，哦，一看，他的那个要见的那个人，阿卜杜勒·哈克。我们这儿啊，因为他俩的名字太相近了，所以呢，我就管这个阿富汗人叫哈克，哈特呢就是这个 CIA 的这个啊，我管他叫老哈就行了。这哈克啊，是因为前一阵子呀、击落了一架苏联的战斗机，然后呢，从那飞行员的尸体上啊扒下来的那个人家的那个空军的压力服，因为他一穿啊，我靠，太合身了，再加上啊，冬天啊，一穿上啊，倍儿暖和，所以他一点都不介意啊，自己看起来像那个阿富汗版的那个，哎。超人罗杰斯。老哈呀一看，哦，放心了，坐上了他的摩托车，然后就在那个泥泞的啊，倒出一道一道车辙印的小土道上，就开始在那上颠簸。不过啊，还好他俩这天晚上啊真的过得太愉快了。中途啊，这个俩人聊天啊，那个老哈还跟他说呢，你下次可别这么吓唬我了，我那时候啊，我的血液都凝固了。应该说，这就是哈克跟 CIA 漫长而动荡的关系，哎，就是不牢固啊，一会儿变脸的那个阿富汗人经常弄得这个 CIA 头疼得不得了。老哈呀，后来回忆说啊，这哈克这个人呐、非常勇敢。但是贼固执，而且啊，特别的独立，独行。对任何事情啊，他自信的啊，就是他认为的是就是什么，非常的肯定。但是对别人全都是怀疑。当时哈克他们第一次见的时候，哈克27岁，不过啊，这也是真实的阿富汗世界造成的他们的性格，没办法。确实谁都不能信转身就能把你给毙了，那杀了为一点点的钱啊，什么亲戚啊，那都别想。而这个哈克啊，他是出身于普什杜部落的一个名门望族，哎，他要不是出身这个啊，他也组织不起来他那个小民兵部队，因为都是以部落村落啊为基础的，你才能那个有人往你的身边靠。他那个老家呀，在这个贾拉拉巴德的东边，哎，就是阿富汗东边不是那贾拉拉巴德吗？就是等于喀布尔的东边，其实就是往巴基斯坦这边边境啊，其实就挺近的了。他就住这附近。苏联一入侵，他就自己弄了一个自己的小民兵组织，然后呢就在这喀布尔周围啊，对这个政府军呐、就发动的，当时就是成立了那个不是那是共产主义政权嘛，他就冲那政府军就开始骚扰。这个中情局一开始啊往阿富汗运送武器啊，他就成了这个美国英国哎。对这个阿富汗这边的这些民兵组织之间啊，他负责这个沟通啊，什么叫中间人。这家伙啊并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，
也不像那些受穆兄会影响的那帮子民兵组织的啊，就比较极端的那种，对美国呀那反美言论天天挂嘴上那个，而且还真信就是反美，他不是。所以啊，在巴基斯坦啊，他在这儿呢，情报部门对他也青睐有加，那美国呀什么那个军情六处啊，都觉得这人靠谱。后来呢，他还成了老哈到阿富汗那儿啊最主要的一个向导了。尤其是这俩呀，性格太像了，特别能闹腾，哎，而且呢富有冒险精神，因为经常做点这个特别离谱的动作啊，就是比如说你不能去阿富汗，那时候规定的，那个哈克老哈根本不管，就跟这人歘就进去了，完了又回来了啊什么的，弄得这个老哈的同事啊特别的担心和不高兴，就是你成了老无组织无纪律的。不过啊，也是因为他们这种性格，也是因为他们被一种激情给激励着，决定了早期的中情局在阿富汗的圣战。也就是说，他俩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尽可能的杀死苏联士兵。这个哈特啊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情局的这个人啊，他，找着了，老头儿。他童年是在菲律宾的这个集中营，日军的集中营度过的。他父亲呢是30年代的时候作为一个银行家去的马尼拉的。二战的时候，日本不是入侵了吗？就被困在那儿。他们家还有其他2000多个美国、欧洲、澳大利亚人啊，就是都作为这个战俘吧，就在集中营里度过了3年。45年初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日军就快不行了嘛。这个集中营的指挥官啊，嘛就决定开始啊，一个一个杀，执行死刑。而且啊，就是已经开始让那些成年的男子啊，跑到那个阅兵场挖那个壕沟，干嘛呀？就是准备埋死人了，一排一排的杀。麦克阿瑟呀，听到了消息了，就开始命令空降部队啊，赶紧去解放这个地方。哈特啊，当时就是小时候啊，那时候他才5岁，就是被一个年轻的啊，一个美国伞兵，一手右手拿着汤姆枪，那个左手就夹着他啊，在那个菲律宾的海滩上跑，他妈妈就跟在后边啊，一路小跑登上了当时救援他们的登陆艇，那时候他5岁。后来呢，他父亲呢再次的从事了银行业，先是呢到的印度的加尔各答，然后呢又回到了马尼拉。所以老哈呀是一直跟菲律宾的男孩一起长大的，应该算是。而他们之间的父亲啊，都是在丛林里边跟日本人打游击战啊打惯了的，所以啊他长大的这个整个过程啊，所有玩的游戏啊，就跟美国人的孩子从小玩棒球一样，就是干嘛打游击。所以说你的性格里啊，他喜欢这种冒险，喜欢枪什么的啊，这也是因为这个。他在美国后来去上了大学，学的是亚洲政治。为此呢，因为他在印度也待过呀，所以他还学了印地语、乌尔德语。65年的时候啊，越战爆发了，他那时候呢刚刚完成了研究生的那个学业。一开始啊，他是想进那个海军陆战队的，但是呢，最后他想了想，还是选择我加入中情局吧，有冒险精神。于是呢，他在弗吉尼亚州啊有一个中情局的有一个农场，其实也就是一个培训学校，在那儿呢接受了一个为期2年的职业培训。毕业以后啊，他进到了 CIA，专门有一个叫秘密行动局，就专门干秘密活动的，哎，便衣的那种，就是见不得人，不是正规的啊。
一开始是被先派到的加尔各答，因为他毕竟懂这语言嘛。后来呢，他又到了巴林、德黑兰，他都去过。伊朗啊，那次不是占领了那个美国大使馆的时候，他就是那个秘密小组里边的一个算是顾问或者是专家。那个行动就是本来是要去救那些人质嘛。任务不是就是著名的那个沙漠一号，结果就是直升飞机因为沙尘暴啊，还没干嘛呢，就直接坠毁了。虽然啊他很年轻，但是啊，真是他对什么这种秘密行动啊、战术啊、武器啊，他属于那种狂热的热情。所以81年。这不80年那个人质解救失败了吗？81年就把他派到这个伊斯坦布尔来，什么伊斯坦布尔？伊斯兰堡这俩城市讨厌，伊斯兰堡站那情报站当站长去了。大家一看这太合适了，就他，因为语言也通啊。这家伙啊，特别喜欢收藏什么刀啊、枪啊、各种枪啊。甚至还有炮弹、火箭筒、迫击炮都有。他们家应该算是中情局里边收藏，就是规模、数量、品种啊最大的一个了，武器库似的，古董从古董一直到现代武器，什么都有。再加上啊，因为当时他是负责给这个阿富汗提供各种枪支啊、弹药啊，你想啊，军需供给的嘛，所以他可以从总部啊把各种的枪支都先给订过来。为什么呢？他要在这儿进行武器评估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啊，就是那些军需的那个军工业的大佬也得求他，就是你到我这儿新有一武器啊，你试试好不好？尤其是什么，你还得评定，就是哪些武器啊比较适合打游击战的。所以他呢，一个是要负责监督这个巴基斯坦，这个负责武器培训啊；另外呢，他也是要对这个武器进行评估。所以最后不是评估出来就是毒刺导弹最好使。中情局啊，其实在这场战争中啊，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战略。就直接啊，就是给他一个，就是哎，比如说找一个年轻人，来，给你钱去搞去吧，别搞砸了就行，只要出去能把苏联人给我杀了，另外呢，你把这个巴基斯坦人啊给搞定了，哎，让他们啊能让你做任何事就行了。好，我们下期接着讲，下期见。